性。我们巩氏一族世代守护乾坤之术，快走，永远也沾不到黑袍的精髓。区区一个秘籍搭上全族人的性，值吗？你回来是要继续复仇，你没有黑袍就是以卵击石。这件事情我必须做个了断。族长，族长，你要是杀他，那便先杀了我。没有了黑袍，你终究还是斗不过凤凰。青儿，全都是因为你。